大家好，我是洋洋，欢迎收看 Max Honor 大设计。很多人光想着要去太空旅行，却忽略了很多问题，像是在太空中要怎么解决饮食，难道我们也要像宇航员一样借助塑料袋来吸食吗？其实专为太空打造的食物早就已经有了，而现在更是有人把酒水也送上了太空，推出了首款太空香槟。法国马姆香槟和太空设计工作室 Spade 为了能研发出一款适用于零重力情况下饮用的香槟，前后总共花费了3年的时间，而现在他们终于成功了。他们所合作推出的世界首款太空香槟 Grand Cardon Stella 预计将在今年9月正式上市发布了。为了实现反重力的效果，这款香槟的酒瓶和酒杯都采用了独特的设计。酒瓶的瓶颈下附有一个金属环，金属环内的结构可以接住二氧化碳，让香槟发出嘶嘶声，从而把酒从酒瓶中压出来。它的玻璃杯则是独特的浅凹口设计，而且它没有底座，只有一个钉子状的细长握柄。而这个酒瓶里的酒被压出来之后就不再是液体了，而会变成泡沫状，从瓶口出来之后就会像气球一样漂浮在空中，需要我们自己拿着玻璃杯去接住它，设计相当独特。现在就期望这瓶香槟能够照计划上市了，那以后等我们能去太空旅行的时候就可以带着它上去庆祝了。视频元素来自 Champagne GH Mon， 由 Max Honor 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，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 Honor 创意公园。